哎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台中市乌日区乌日农会啊乌日家政班的简立慧啊，我们今天要来做个米食的创意料理，它的名字叫白果香酥肉饭，是一个烩饭的意思。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食材。好，这个是梅花肉，梅花肉我已经有先用酱油、酒、生姜、胡椒粉下去腌制，差不多20至25分以上了。然后等一下再要沾那个地瓜粉下去炸酥。好，啊，我们取名叫白果的意思就是有很多种水果，而且这里也有我们乌日区农会做的，番茄干，要加入这个料理，做起来酸酸甜甜，很好吃。还有百香果汁、凤梨，还有柠檬汁，这个是乌醋，就是很多种水果加起来，所以才叫做白果。啊，这里是番茄酱，好，那这个菇类还有蔬菜，就等一下做烩饭一起组合起来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来做哈。好，先把这个地瓜粉加下去这边。那我们现在就移到瓦斯炉那边去，准备要炸了。上来了，我先把锅盖好油温个升高，阿兰再炸第二次，好抢酥。先放面来擦酱汁，啊，先把这个番茄酱爱先落去擦，有香气再擦。这个是乌醋，这个番茄干还有凤梨，加去，百香果汁、柠檬汁半颗，还有这个是糖，还要加一杯的水。就要快速的把它拌炒，是这样。现在这里先弄舀起来，然后我们要来做一个烩饭的汤汁。然后就把这些材料加进去。我还要一些，还要水。
我们现在就把米饭放进去凤梨这边，啊，这酱汁哈，那么甜。各位朋友，我们的白果香酥肉饭已经做好了，这个是酸酸甜甜的烩饭口味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着做看看，这是 很好吃的味道，谢谢。